警犬呢，在咱们的公安队伍当中是不容小觑的，在刑事案件、治安巡逻、搜毒救援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。前几天在台州路桥发生了一起老人走失的事件，近50人的救援队伍当中，在山里面搜寻了10多个小时，还是没有任何收获。于是第二天一早就请来了一条叫威龙的警犬。警犬威龙对走失人员的气味进行提取，然后一直追寻到半山腰一片竹林时，一直滑下不止。然后我走近一看，发现一个人，经家属辨认确为走失人员。没有。警犬威龙威武。走失老人的幸好很快被找到了，除了脸上摔破了皮，其他都没事儿。老人的家属十分感激警方和众多部门的救援，事后为感谢有头功的警犬威龙，还特别有心的给警犬送来了6斤牛肉加餐，好好的犒劳犒劳。那据了解呢，威龙是一条德国牧羊犬，今年6岁了，平常工作当中就很细心很稳重，是警犬队伍里的老大哥。这一次的搜救任务，威龙也只是本色发挥。